大家好，今集咧讲下呢一个吓呢两日咧最为人津津乐道嘅事件啦，赤柱老人禁锢案。嗱，话说啦，两日之前咧，阿朱师奶个仔咧就幼稚园放学啦，咁阿姐姐咧，工人姐姐就同另外一个好熟嘅同学嘅妈妈咧就喺度吓，即系开开心心手牵手咁啊放学行去地铁站啦。突然间咧，我个仔咧就唔知吓系上身啦定系点样，就突然间喺一个转角位咧就冲咗入一个商场度，个商场嗰个入口咧。跟住就有三个分叉路，向前、向左、向右。咁啊，九秒九嘅时间咧，佢哋就话：喂，出翻嚟啊，出翻嚟啊！咁当可能三四秒嘅就好短时间咧，再入去追入去嗰阵咧，我个仔已经消失于天与地啦。咁啊，哇！真系吓到鼻哥窿都冇肉啦。根据阿姐姐忆述翻。姐姐咧就向左走，朋友同学仔个阿妈咧就向右追，咁点不知咧就都系揾咗大概起码都可能一两分钟啦，咁我仔又醒目喎，虽然啊真系平时就唔方醒啦，咁啊识得行翻转头，咁啊撞翻姐姐，咁啊讲起呢件事咧，我都同阿朱队友咧讲话，哇好彩咋，即系吓大家如果有睇开呢一个大陆新闻啊或者抖音啊都知道啦，大陆最近喂唔好话吓咩咩小朋友俾人哋捉佢做乞衣。那时候我们小时候都听不少，中学生啊都突然间可以消失了五十几日，公安都还没找到，真的不知道是他办事不力啊，还是不吸力，还是专登不想查啦，竟然可以十几岁人都人间蒸发，还要不是个别事件、啊、是吗？过去两个月十几条僆仔都是这样消失于天与地、啊，咁我就话，诶，好彩咧，我哋喺香港系咪？起码香港都好似都甚少见到呢啲新闻。哇，不得了啦！即系唔竟然会发生喺香港赤柱禁锢老人勒索，哇，真系好恐怖咯！嗱，赤柱咧监狱外啦，17号啦，光天化日发生呢一个老人上车事件，先生唔好打交，唔好打交。两名惩教署职员咧，听到救命咁啊，赶过嚟啦。咁就好似见到有一个阿叔咧，应该就系惩教署嘅休班职员啦，就上前。休班沙展啦。系啦，就上前咧，谂住系救嗰个女子嘅，就俾人食咗一锤窝面噶啦。咁佢个老婆咧就系咁喺度扯住扯住。嗱，首先咧，佢老婆英勇啊。我就想讲一句咧，有好多人咧都闹呢一个人个老婆。咁我咧作为人，闹呢个人嘅老婆做咩？佢话点解你要做嫁娘？喂，你都食咗人哋一锤咯，你老公去帮手、啊，香港呢、啊、片咁嘅落土、啊，点解你要咁即系制止你老公去做一件啱嘅嘢咧？睇住眼白白个女人咧，俾人哋夹上车。如果系嗰个女人自己俾人夹上车，咁佢希唔希望有人嚟救佢咧？嗱，其他嗰啲人物角色我唔讲住啦，我净系讲呢个老婆。我好明白点解佢咁做、啊。嗱，我会唔会咁做系下回分解啦。但系大家唔好。即系讲开又讲啦，好人好事咧就个个都想做吓，喺键盘战士嘅角度咧都一定会做。之前啦，我讲过噶啦，嗰单大陆嘅 case 啦，闺蜜系嘛同男朋友闹交，走去做嫁娘，点不知咧阿闺蜜咧就闩门，然后咧就令到呢一个做嫁娘嘅好朋友咧就横死于呢一个愤嬲怒嘅男朋友刀下。喂，咁最后系嘛？闩门嗰个闺蜜，我冇刑事罪责噶、哦，我好惊啊，大佬，我好惊，我梗系闩门啦，唔通吓同你肉搏咩？另外一单有一个17岁嘅僆仔，佢同佢一个朋友去大陆嘅某个旅游景点啦，见到三个廿头啦，三个女仔落水，佢一个一个救翻起身，救完第三个之后，佢自己抽筋，最后佢自己浸死咗，最后俾人救嗰个其中一个女仔讲咩？佢话黐线，我有叫佢救咩？吓？喂，大佬唔识游水，唔好做嫁娘啦！我冇叫佢救噶，而家佢死咗关我咩事啊？讲呢啲咁嘅嘢啊！再有啦，有啲有个僆仔，好似两三岁嘅，又系嗰啲啦，又系大人冇睇住啦，擒嗰啲咁嘅大陆咧好多好多嗰啲防盗网啊，叫做卡住个头，后屘咧就几楼跌咗落嚟，其中有一个男嘅，好似话唔知咩退休军人啦，攞肉身去挡，然后咧个僆仔一搭落嚟嗰下咧，佢攞肉身挡啊嘛。撞到个脑震荡，任何一单呢啲咁嘅 case， 如果发生喺我屋企人身上，我会点样呢？最夸张一单啦，个后生大学生走去扶一个跌倒嘅老人家，俾佢个仔呃叫做咩？叫做话喂，你推跌我阿妈，你搞到我阿妈骨折啊，成啊，索偿咧就十几万，后屘咧法院咧判咗几皮嘢。
喂，我做好人好事喎，我要赔几百蚊俾呢一个老人喎，仲要吓最尾个法官姓黄嘅，佢讲咩？佢话如果你冇懵啲个老人家，你点会去扶佢啊？哇，呢啲真系扭曲晒呢一个做人嘅道德观啊！我真系唔知点答呢、這、一个法官所提问啦、啊，即系佢呢单系喺大陆定香港嘅？大陆嘅。哦，你唔好觉得香港我俾你讲下啦，咁当然我系好明白嗰、那个。嗰、那个叫咩？休班沙展个老婆点解咁做？即系好多人话道德高地隔住个 mon 咗，唉，嗰条咁嘅女人啊，真系好啊唔咩好就老婆，唔好啊女人嗰啲咁嘅嘢啦。即系所以我好明白。咁如果你会唔会做好人好事啊？咁啊，绝对会啦。喂，嗰三条僆仔系咪？嗱，首先群众演员都系演员嚟噶，嗰三条都唔知吓成年未嘅僆仔打坏。那个女人被她夹上车，加埋件衫，加埋只鞋，都唔够100磅。搞咁耐都抬唔到佢走。好似吓，一人戚一个，手手脚脚都揿咗佢上车啦。仲有吓，左门入，右门出。喂，真系不给力喎、啊！俾钱去几条友做嘢嗰、那个咁唔系好掂喎，和性和废柴添啦，三条僆仔。不过咧，有阵时咧，你哋系谂住帮人嘅时候，其实都有啲嘢要谂嘅，就系佢会唔会有架撑咧？如果去到老人垃圾呢个层面，佢会唔会有武器咧？正常就唔会咁交流流咯。咪咯，喂，我有深信咧，佢呢架货 van 分分钟都唔系偷翻嚟嘅，都系自己名添可能。仲要咧，喂我啦，我之前咧就食过一条惩教嘅纪律部队仔啦，惩教算唔算纪律部队啊？就系啦，我就食过一条，sorry， 食过一条惩教嘅仔嘅，咁就当年咧就好似 week 嗰阵咧就去接佢放工，所以咧我有好一段时间都成日走去惩教慰问嘅，话哎呀好 sweet 啊，等佢收工咁样咯。嗰条咁嘅单程路，哇好远噶，即系可能咧一架车跪低咧，成条主干道入惩教咧，即系塞死晒，有乜理由喺嗰个位度劫啊？即系差佬一收到哥，即刻捉到人啦、啊！冇路走噶，你喺个地方得个两条路离开，一系就香港仔隧道，一系咧就系、是、海洋公园嗰边冇噶啦，你一啲真系，唉，傻贼咯！喂，可能系有啲黑社会大佬同你讲两句，送你上路都未知咩事啊！呢啲咁嘅死局，你走去芝麻筋，你话打劫都唔会打劫嗰头啦。嗱，有啲人咧话俾人劫嗰个两抵死啦。首先个老公系咪超速啊，定危险驾驶俾人拉 Q 咗啦？个老婆揸人50几万，喂，咁我心谂你夹佢上车咁，你夹佢上车咁，佢冇钱就冇钱噶啦。你卖佢做鸡都冇钱噶啦，系嘛？咁你话啱唔啱啊？咁我又唔知点评论。你可唔可以喺消责前债啊，正常渠道追佢钱啊？唔系啊，我就唔明啦。你叫佢上车，嗱，讲真，如果佢有钱咧，就会还俾你噶啦。佢冇钱，你点做都冇噶啦。叫佢上车得一个原因，想埋佢，即系想杀死佢，再弃尸荒野啦，唯有。如果唔系，你都唔明白夹佢上车有春用咩？香港地嗱，根据呢一个新闻报道啦，就被捕四名男女咧，就有呢个黑社会和性和，和性和系咪向太啊？背景，我唔系，唔好乱讲啊！你我唔知噶咩啊？有好多个姓向嘅人噶、哦。喂，我唔知啊！嗱，呢啲嗱，筹划今次老人案嘅主脑咧，就同呢一个叫做阿基啦，37岁嘅阿基啦，就同呢一个事主咧就识咗一年。咁啊，於本月初咧就要求呢個女事主咧就介紹咧就匯款中介，喂黑社會咧仲有人介紹佢咧真係唔係好掂喎，就協助咧就將50万來路不明嘅款項咧就寄翻大陸，哇！真係又寄翻大陸，喂寄翻大陸點解咧？大陸每一個 WeChat account 啊，阿爺都睇到實嘅啦，仲有啊，仲有一樣最撲街嘅嘢，你入錢入大陸銀行咧，佢就得。你攞咧超過唔知100万蚊咧，我唔知邊間銀行啦。如果唔係四大銀行嘅話咧，人哋會勸喻你唔好攞錢嘅。大陸嗰啲銀行咧係嚇，好似嗰啲許願池嗰啲龜咁樣咧，你一掟嗰啲錢落去攞唔翻嘅，仆街！佢知唔知㗎？睇到摸唔到。嗱咁咧就據稱啦，就及後咧呢50万就不翼而飛。阿基咧就懷疑俾人食甲慣，就覺得咧喂你呢條女都唔乾淨啦，係咪？咁就叫人咧就搞出呢一場咁嘅大龍鳳。咁即係正所謂係咪同得呢一個和性和嘅黑社會勢力人士打交道都唔放係善男信女啦。咁所以你話作為嗰個叫做見義勇為嘅休班沙展嘅老婆，點會唔？勸個老公唔好走出嚟嚇，請英雄啊！你喺嗰個
赤柱監獄門口出現的，一係去探監，一係就好似阿朱師奶咁去探條仔嘅啫，唔係探條仔，係接條仔嘅啫。咁所以你話喺嗰度出現德都唔方係好人嘅啦，個個都去嗰度拜山嘅啦，咁。冇啦喂！啊，你有啲料到啊，出个拜山呢个 term 啊！喂，哇！即刻话嘴角上扬，懒招积啊！食得多仔都知道吓，有啲 terms 嘅。咁啊，好啦，嗱，到你表述下啦，你啊。好多人咧就覺得咧，而家咧就個個都喺一層白踩話，唉、哎，懲教署廢柴係咪啊？唉、哎，你睇下警察幾個字就捉到人啦，嗰兩個咁嘅嚇都唔知阿叔定阿伯，先生唔好打交，唔好打交。喂，嗱呢樣嘢咧就是有兩面睇嘅，咁啊以豬道有認知咧嚇，咁啊赤柱個出邊有個車閘。喂，你好多 friend 嘅喎。系啦，咁我形容一下个地势俾大家听下先啦。首先嗰个位置咧就系、是、巴士总站或者小巴站啦，就喺、是、懲教學堂对出嘅。咁懲教學堂同巴士总站咧相距咧就有一个叫车闸，嗰、那个车闸咧就系、是、管啲人出入啊。因为入面有三个监狱嘅，第一咧赤柱监狱啦，咁啊白沙湾啦，同埋东头懲教所嘅呢三个监狱喺入边，你坐过咁喎、啊？同埋咧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嗰啲职员嗰啲宿舍噶，所以亦都好多车出入，所以咧就有职员咧就会驻守车闸去检查啦。咁呢件事入边嘅主角咧，嗰两个男一男二主角咧都系驻守车闸嘅，但系众所周知啊，赤柱呢个大车闸咧守嘅人咧都系隶属赤柱监狱嘅。咁通常咩人會出得赤柱監獄呢個大車閘做咧？都係啲入邊覺得冇用啊、廢柴啊，即係冇貢獻啊，或者直頭唔敢對反嘅，先會抌出去嘅。你稍微有少少價值或者少少用咧，都會留翻入邊啊。可能打，可能揸個閘啊之類。喂，咁你諗下啦，以呢個前設嚟講咧，擺得出去嘅嗰兩條欄都係一啲冇乜。點樣作為嘅一啲人啦、啊，咁啊擺喺度做肥肥流氣下，俾個位失去落去嘅啫。哇！咁突然之間有呢啲咁樣嘅情況發生咁緊急、啊，因為相距都好近嘅，咁咧應該又聽到人哋大叫啊，所以出嚟了解。咁首先咧，佢哋都唔知道啊，咁啊呢件事嘅來龍去脈啦，同埋我會見到佢哋咧行嘅步伐咧，都係好證明一樣嘢，就係、是、同一時間諗緊幾樣嘢。第一啦，我呢單嘢會影響到我冇咗呢個遊位。第二啦，我會唔會俾人搞噶？因為你知啊，紀律部隊教人文化都啊頗為盛行噶嘛，直頭啊搞人啊當自己工作表現噶啦，有啲上級。同埋咧，喂，特殊講句最差情況，會唔會因為呢單嘢令到我冇得撈咧？喂，唔知噶喎，點解咁講咧？我話懲教嘅裝備點解唔用咧？喂，大家要知道喎，懲教同警察嘅性質唔同喎，懲教嘅執法範圍只喺四個圍牆之內，即係咧佢嘅武力階梯係對內使用嘅。咁案發嘅地點咧，亦都已經喺圍牆。之外，即係佢哋已經冇咗相關使用武力嘅法例去賦予佢嘅權力啦。咁所以其實佢嗰一刻咧，正所謂著制服啊被制服，佢嗰一刻基本上咧，佢係衰過一般市民嘅。認真講一句嘅，所以我都明白佢哋點解哇行得咁慢啊！先生做乜嘢啊？喂，基本上佢俾時間你走啦，最好我未行到過嚟之前你已經走咗添。喂，我又話睇唔到噶嘛，有咩事？哇！點解行到嚟咧？仲喺左門入右門出嘅，咪黐孖筋嘅你哋？喂，其實基本上佢哋驚過你啦。同埋啲人話咧，唔用裝備，唔用裝備唔可以用噶。我分享多少少嘢俾大家聽啦。啲人成日話：哇！如果佢靠佢帶反出去睇醫院啊，睇醫生啊嗰啲，咪大鑊。有差佬喎嗰啲。冇噶，你出去都係懲教個自己職員嘅咋。咁點解啊？因為我曾經試過發生有啲。情況咧就係、是、有啲犯人喺醫院入邊，可能啊掙扎啊、發難啊，諗住逃獄之類嘅嘢，突然之間啲懲教署嘅職員咧就喺醫院嘅急症室之類嘅地方咧，就攞佢啲胡椒噴霧噴咗出嚟，哦咁啊制服啦，咁啊根據武力階梯嗰、那個應對方法啊合情合理合法。點知咧，最後翻嚟咧，你唔好諗住人讚你啊，大班人搞你啊！醫院出封信啊，話醫院啊個空氣系統啊係中央啊，你咁樣射一射嗰啲胡椒噴霧，經由我哋嗰、那個、啊、中央空氣系統走咗去啲 ICU 啊嗰啲，哇！其他人聞到點算啊？你咩得起啊？咁樣嘅、啊，知唔知嘅？著制服做任何嘢都好咧，都係好多人去挑剔你啊，去抽請你啊。去搞你噶，知唔知啊？所以有好多時候你係咪真係要用咧？喂，你話啊唔用裝備啊，徒手得唔得啊？徒手喂，個個李小龍咩？喂，我見第一個行埋去嘅男一都一把年紀啦，分分鐘你未掂佢都五毛七傷啦嗰啲。仲要啊，著住制服嘅專業人員去受過專業嘅訓練，證明啲乜嘢啊？佢哋出手啊，等於一
啲普通人可能立架餐嘅武力㗎啦，已經。喂，咁大咁多前設嘅情況底下，牢牢罩住，你都唔係話唔驚啊？即係唔係話你一般睇嚟啊？點解啊？如果我哋一般市民心態都唔會俾佢走啦。嗱，之後咧，今日新聞都講翻啦，有個督察咧就喺度話。應該是男一，即是第一個行為他的職員，應該是個 van 仔走的時候就撞到他的頭，還受傷添。因為呢影片啊都是初段了解的時候而已，會不會之後啊可能突然之間大發神威呢，即是不敵爛車被車撞，大家不知道的。這些真的啊，即我就單純看影片分析而已。嗱，咁我啊覺得咧，阿朱隊友咧所講嘅都未必係事實嘅全部。咁咩叫做嗰兩個位係油位，嗰兩個就係廢柴？喂，咁我都日日俾個客問候啦，係咪？電話啊、WhatsApp 啊，幾時打電話俾你，你唔聽啊？覺得喂，你啲垃圾人係咪？你都唔掂嘅，揾個掂嘅嚟見案啦。咁咩叫掂與唔掂咧？咁好慶幸我啊仲鬥緊我公司嘅糧啦。咁所謂你話嚇得與唔得，都係觀點與角度嘅啫。嗱，首先澄清翻一點啊，我冇話廢柴，只不過咧係。環頭覺得咧，佢哋喺環頭之內發揮嘅功用咧，就不及去做車閘咁標榜嘅啫，嗰啲公職係咪先？喂，咁其實我又覺得咧嚇，作為嗰兩個位，又或者嗰個年紀啦，情教啊，或者嗰兩個叔叔啦，我嗌佢叔叔啦嚇，都好似有少少年紀，老嘅一個後生嘅。咁你話喂，叫佢見義勇為，首先嗰個已經唔係情教所嘅範圍內。係啊。咁啊，葉柳咧又走出嚟啦，阿掃把頭又話嚇，絕對唔應該咯，唔應該俾佢走咯。喂，好話唔好聽啊，就算啦，我條仔啊做警察啊，休班警啊，見到呢件事發生，佢衝上去俾人吉兩刀。喂，我行古惑有乜理由冇刀啊？係嘛？我冇刀我都有啲咁嘅嚇，李小龍棍仔啦。我俾人剝到個頭，半身不遂，你葉柳賠我賠俾我啊？系嘛？我有冇阿毛嗰一千万啊？有冇阿李泽佳啊？冇噶，你抵捻死噶咋？一个二个啊，指手画脚话，哎呀，唔做啊，唔够啊，哎呀，唔系男人嚟嘅。喂，大佬，我出咗事，边个埋我单啊？系啊，所以永远站喺道德高地咧，叶柳咁讲咧，咁啊真系唔谅解咯。其实你前线都系落到地嘅时候，好多嘢你真系同一时候谂四五样嘢噶，唔系咁简单。唔系一个郊外人行过做啦咁样。喂，讲真，大班人都有恻隐之心。同埋你記住啊，即我哋著住制服嘅紀律部隊，好多時候受過訓練，第一點出發點一定要咩嘢？保障自己安全，去了解下初期嘅就係呢段影片。所以咧，我要站在不同嘅角度咧去分析翻呢段影片。我唔係話懲教嗰兩個點樣點樣點樣，會唔會佢哋有好多嘢我哋係未了解？紀律部隊係咪真係好似你哋咁講？哇！一個打十個，定係佢哋自己內部已經有好多牢牢困住佢哋嘅文化，佢哋會擔心呢？我有一次咧喺波兰街，就喺创兴楼下啦，咁啊打完边炉咧，捽住个肚吓，肚满肠肥咁游紧落嚟嗰阵咧，哇！见到突然间咧喺个十字路口咧，波兰街嗰度啦，就有两班人喺度爆樽，喺度哇打到头都流晒血，咁我就眼尾睄到咧，大概有50米度咧，就有几个警察喺度巡紧啦。喂，我呢啲啊，平日成日想凭傲气露两点啊！我唔通下冲埋去帮拖咩？我即刻咁啊蹦蹦跳咁啊跑埋去警察度，警察叔叔，警察叔叔，嗰度有人打交，有人打交。阿朱导又话：你唔好做架梁啦，我都系最尽，我都系做到咁样。唔通喂，我真系走埋去帮拖咩？即系首先我哋要自保咯，唔系话啊我要去吓救佢啊咁。喂，分分钟你救到系另外一个社团嘅阿嫂咁样，又俾人哋吓翻桌翻桌无限翻桌咁点啊？是啊，喂，所以咧，有好多时候大家吓，即系热心助人，我觉得啱嘅。朱队友、朱师奶都好中意帮人，有阵时都唔知略尽绵连咁简单。但系有阵时去到真系可能系人哋啊打斗紧啊，可能啊，哇，你死我亡嘅时候，系咪真系咁轻易可以介入到去帮手？喂，根本上我都唔知边个啱边个错。同埋讲真，哦，好啦，你唔好话分对错啦，净系可能啊，就顾人安全啊，又或者忍唔住啊要帮嘅时候。咁退后一步讲，佢会唔会有武器咧？会唔会有刀咧？会唔会有架餐咧？有强水、通渠水咧？喂，边个知啊？嗱，我就系知咧，做人做好人好事之前咧，真系要睇下个形势咯。大陆咧有一个爸爸，即系沙头啦，就有一男一女两个 B 仔，几岁仔嘅啫，都未入小学嘅。咁咧，佢就走去做好人好事啦，又系喺个江嗰啲叫咩湖边啊。大陆咧好多嗰啲唔系旅游景点啊，唔系旅游泳池嘅地方，可以系大江大河咁样。嗰啲僆仔就好中意去嗰度玩水嘅，就两条僆仔落咗水。咁呢一个男士咧就跳落去救，最尾咧呢两条僆仔咧就救咗上嚟啦。那个男子咧就死鬼咗。咁啊，留下嗰两个孤儿仔啦，咪同个老婆。
咁又話咩又係嗰啲啦，又係咩頓失經濟支柱，好多好多呢啲咩事。我就係想講嗱，我係不嬲黑心嘅，不嬲一個撲街嚟嘅。嗰兩條僆仔咧，係咪人哋嗰度已經大大塊牌凍住話切勿落水嬉戲噶啦？咁佢兩個都要走去嗰度玩水浸親，咁係咪其實嚇生死冊或者嗰個死亡筆記已經寫咗你隻名咧？咁如果你要夾硬去嚇洗橫手去阻住呢一個黑白無常嚟接人嘅話，咁你咪交翻你自己个名字上去咯。咁我作为如果人哋个老婆嘅话，我就觉得屌你多鸠屎啦。哇，咁啊呢样嘢如果去到生死，可以谂翻转头嘅，咁呢样梗系咁讲啦。但系我深信咧，好多热血嘅人啊，热心嘅人咧，出手帮人嘅时候都冇谂过系会自己有生命危险啊，或者自己有伤亡嘅。咁當然啦嚇，我呢一個咁通屬水性嘅人咧，我都會救嘅。但係喂，大陸嗰啲湖係咪都唔知道深淺嘅，咁就唔熟嘅，就真係唔好逞英雄咯。係啊，尤其是好似豬隊友咁樣嘅，吹水都爭咁啲啦，唔好話游水啊，我一定唔夠膽落噶。我知道咧，我落咧，除咗係自己送頭之外咧，都冇乜可以幫到咩手噶啦。好啦，今集完啦，拜拜。